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天气非常的热啊，我们这外面基本上40度啊，车内显示的温度是38度啊，然后我现在空调的话开的是3档啊，倒没感觉啊，就是油费啊花的高一点啊。在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，高德打车免佣联盟合作的多家网约车平台啊，在5月29号啊，已经在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合肥等多个出现高温城市的地方啊，试行了一个高温免佣的一个福利啊，在12点到15点期间啊，驾驶员实施单单免抽佣啊，倡导大家啊可以放心的开空调，不用去顾虑这个开空调多费油多费电的这个情况啊，让司机乘客啊可以共享清凉，非常的人性化啊。活动呢会持续一整个夏天啊，后续会上线城市和免佣时段啊，会根据这个气温啊逐步的对各个城市啊进行评估，慢慢的都会开放啊，只要出现了高温这个情况啊，所以说大家耐心等待没有开放的地方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啊，没有在免佣联盟任意合作平台啊完单的新司机啊，可以额外获得前100单免抽佣的这个福利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在没有完成首单之前啊就要领取啊。想要加入的朋友啊，可以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免佣联盟就可以了啊。想要赚外快的朋友也很简单啊，上高德地图上去搜索邀请司机就可以赚取现金了啊。段内的奖励啊最高更是限时到增加到120到150了。希望大家呢天气比较热啊，劳逸结合，扛不住的话就休息会儿啊，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私聊我啊，拜拜。